樊将军，我有一个请求。请求，请讲。我能不能今天晚上住在这里，享受享受总统的待遇？享受享受。康尔逊先生，当初聊城民众建造公寓楼可不是为了享受，那是为了瞭望敌情，抵御外寇的入侵。你的这个请求我可以答应，不过我也有一个请求。诸位记者朋友，还有诸位名家，我想请你们把我们聊城民众的抗战在全国民众面前多做一些宣传。范某拜托了。樊将军，我们可不可以合一个影？可以啊，行。来，请。来来来，看这里，一、二、三。卡尔逊啊，卡尔逊，这个外国佬，今天差点让。看看范仲淹手下今后到底有谁可以整编到我的队伍当中来。整编？对，我早就有这个打算，此番来到聊城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中共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听说过吗？主席，您的决定英明，真是太有必要了。我就说嘛，您不会无缘无故的来聊城的。是啊，这也是我此番来到聊城的目的之一。记住，此事目前不宜声张。是。眼下你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摸清卡尔逊等人具体在做什么。是。范先生，你不介意我把你称为抗战老人吧？当然不介意了。我们总裁训示，抗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守土，人人有责。卡尔逊先生，你会发现很多年龄比我大的人呢，都加入到抗战的队伍里。倭寇的气焰必将被我抗日的气势所压垮。范将军，我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我在鲁西北看到了中国抗日最好的样本。好啊，卡尔逊先生，我们中国的抗战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报告，报告司令，卫戍营一连已经集合完毕，请指示。林营长，到，把卫戍一连交给栾队长调配。是。栾队长，一定要护送战地巡视团安全出境，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明白，保证完成任务。罗小三，此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的话，把俺那脑袋拧下来给司令当球踢，行吗？司令，
卡尔逊少校特地跟我们说，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单独和您合张影，留个念想。可以啊，明平，来，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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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一、二、三，我是李树森，请给我接沈主席。我是李树森，请。报告主席，战地巡视团已于今天早晨八点离开聊城，具体路线人马多少？具体离开的路线已经查明，我请王参谋长直接向主席汇报。你知道该怎么说。报告申主席，现已查明战地巡视团途经深县、朝城、蒲县进入河南，由栾小三带一个卫戍连沿途护送。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行动路线，那我告诉您，我不想看到窥视党国政权的人为某些人唱赞歌，更不想把丢失军需的事情捅到重庆去。主席有什么训示？啊，主席说他不想看到窥视党国政权的人替某些人唱赞歌，更不想让丢失军需的事儿捅到重庆去。说完就挂了。金兰老爹，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没这个胆量啊？我马上派冯金龙在蒲县设伏，事关重大，你得亲自去。为了确保卡尔逊一行的安全，说不定范仲淹已经通知了共产党，要不然为什么只派一个连去护送？有道理，我马上去办。报告。进。鲁西北抗日游击政治部急电。念。范司令派遣栾小三队长和一个卫戍连沿朝浦路护送战地巡视团，为了确保其安全，请在鲁豫边界接应。那么多人护送战地巡视团同志，说明鲁西北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呀。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特遣团，立即电告特遣团同志，立即赶到濮阳濮县交接地带接应，务必保证战地巡视团同志的安全。是。汪兄，汪兄，你说你来我这蒲县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我好安排十里相迎啊。汪参谋长，我是今天真的不知道你来啊。行了，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多干点好事。我有重要军务要你去办，办好了为你请赏，办不好立马滚蛋。哎，汪参谋长，哎，汪参谋长，里边请，里边请。倒水啊。倒什么水？我说过了，有重要军务要你去办。哦，好。请王参谋长训示。我问你，你手下有没有精明善打又靠得住的人？这不是我跟你吹啊，王参谋长，我为了遵循当年您的训示，把这个县长的位置坐稳了。我培养了一个有1000多人的保安团，这手里头啊，光是有我至少有800多条枪。行了，你那点家底儿我最清楚。我问的是有没有精明善打又靠得住的。一个都没有。好，
一个不留。 九底阴笔，耳派从左边开始走，其余的跟着我，听见了吧？是。哎，赵八，这玩意儿使你媳妇儿天天带着他，这次执行任务啊，不是你家门口去挖的炸鱼。弹药紧缺，我这是自给自足，能很大程度解决军需问题。掌握手把你脑袋瓜拧下来当军需，都听着点啊！方圆60米之内的所有可疑目标都得排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听见了吗？是。 撤！撤！撤！陆队长，冯县长让咱们组到河南地界来打那什么战地团。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团，这不是关系重大吗？啊，在咱们的地界动手，一旦查起来，那还不查到冯县长和咱们头上？到了河南地界动手，那就是把屎盆子扣在豫北自卫队和八路军头上。你长了颗人头，你猪脑袋你！冯县长高明。 他让豫北自卫队和八路军当替死鬼，咱领上，高明，立正，打起精神来！这儿成了，重重有赏。大当家的，打听到消息了，那个洋鬼子在聊城市现在可受欢迎了。比范仲淹还受欢迎吗？那当然，比范仲淹还受欢迎。此话当真？千真万确，现在全聊城人都在拿着旗子呼喊着。 欢迎欢迎！哎呀妈，那场面跟过年似的。大当家的，要不我把这洋鬼子给你抓回来，你也瞧瞧。行了行了，就你能。去去去去，我这不是为了哄大当家的开心开心吗？报！报！什么事儿啊？慌里慌张的。大当家的，那帮洋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早晨。往哪儿去了？不知道。大当家的。 他们要真是走了，这热闹你想看也看不了了。走，想想办法追上他们，俺倒要看看他们长了几只鼻子几只眼。走，好嘞，好嘞。走。 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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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你才娘的啥样的啊！不，你他妈就他妈炸我自己啊！啊！
就他妈占我是所以好。行了，别闹了。赵八，你真能扒，关键是个掉链子。行了，兄弟们都没事吧？没事就好，晚上一块喝酒。现在任务要紧，通知魏树英。是。连长，好像有枪声。大家不要慌，这说明咱们的人已经在前面清了场，安全了。跟栾队长会合，走。手脚麻利点，把这衣服卖了。今天这一票干得真窝囊。队长，咱回去怎么交差呀？还有脑袋想交差？先想想怎么回去吧。快跑！别动！别动！别动！咱们两个人刚换完衣服，真倒霉。队长，六区这儿只有一个女土匪，看样子他们是葛大凤的手下。看来您就是葛大当家的，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您这是你们什么人啊？来回换狗皮啊？大当家的，我们是来帮您的啊。您看，这是我们的证件。你们六区犯大胡子，天天嚷嚷剿匪，万一有一天会绞到您的头上，如果咱们联手把他干掉，一劳永逸啊。少套近乎，用得着您？四区的二中队队长刘三黑，少干装蒜。俺跟你说，就算你这什么军官证是真的，啊，你跟范祝先是国民革命军，还想跟俺联手，有点说不过去吧？啊？大当家的，这范大胡子仗着自己的六区树大根深，整天跟我们四区作对。我们上峰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当然，范祝先是不容易杀，可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呐。卡尔逊先生，你辛苦了。徐向前将军让我们来接应你，我们听到枪声还没赶到呢，你们就把敌人打跑了。范将军手下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这是肯定的，那巡视团一行的安全就交给您了。放心吧，我们将军还派了另外一个团来接应你们呢。主席，汪金良报告，延安战地巡视团由栾小三带卫戍营的一个连亲自护送，八路军接应。冯金龙派去的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主席，卑职用人不当，安排不周。树森，你知道委员长最担心什么吗？属下认为委员长最担心的是武汉失守，如果退守大西南，国民政府将名存实亡。错，大错特错。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到共产党借机出面调停，与我党签订双十二协定，共匪张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尤其是盘踞在陕甘宁狭小地带的八路军东渡，在整个华北大有燎原之势。主席，您的意思是委员长担心杨虎为患？这还用说，范祝先之所以敢在我面前肆无忌惮，说明他拥兵自重，我等应该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主席，我已经安排了冯金龙督促季振国接手省府的政变，尽量和范祝先多抢地盘。光靠他一个人行吗？啊，好了，我先让范祝先清静几天，以后让他头疼的事儿还多着呢。
光。哟，司令，请坐。好。哎呀，我来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说。你们现在军政干校有多少教官和学员呢？一共236人，教员46人，学员190。这其中有包括你吗？当然。我打算把刘立生、杜毅这样一部分教官下到各个支队去任职，还有把经过短期培训的一部分学员也都充实到各个支队去。司令，您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算是吧，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着急的管你要人。现在问题很严重吗？3支队齐子秋、13支队季振国派人向我报告，说现在盛红利、吕树森，当然还有汪金良，他们已经派人在各个支队在相互走动。他们把鲁西北抗日武装搞得是人心惶惶，大有分裂的倾向。所以我打算把刘立生、杜毅这些人呢充实到各个支队，在各个支队成立政治部，让他们来担任主任。军衔嘛，跟各个支队的支队长应该算是平级。司令，我明白您的意思，但现在下面各个支队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人派下去，到不到火候？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相信你们共产党人有处理好这种关系的能力。只是现在我有一些揪心呢，在这个时候我把像刘立生、杜毅这样的共产党人把他下到各个支队去，无形中是把这些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这样不利于他们工作的展开，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司令，这点您不必多虑，您能把任务交给我们，就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信任。刘立生、杜毅都参加过万里长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我相信他们有克服各种困难的能力。我反倒担心的是，李旺，你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请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队伍交给那些鼠目寸光、心胸狭隘的庸才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余光明白。哎呀，老季啊，杜教官，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林副官，这是咱们自家兄弟。哦，林副官你好。林副官，这盘棋你可输了，要不你们兄弟俩也摆一局？你是武汉来的共党吧？我是范司令从武汉请来的教官，抱死抗日，难道林副官不欢迎吗？欢迎欢迎，哪能不欢迎啊？季司令，请不要忘了师长的一番美意，告辞。我这酒可准备好了啊，你咋还走了呢？你回去告诉吴师长，他的好意我心领了。看来季支队长有难言之隐呐。岂止是难言之隐呐，简直是挖心的痛啊！13支队现在成了香饽饽了，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老季啊，其实你无需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啊，只需要做出选择。说的轻巧啊，你来是干什么的？还不是为了监视我的？不，范司令和政治部的张主任，还有姚副主任。把我派到你这里来，是要我们共同抗日。只要你坚持抗日，做出的任何选择，我都不会干涉。那我就带13支队投靠86师。谢谢支队长的直率，我走人。杜教官，你等等。杜教官，你咋不问问我为啥投靠吴师长呢？人各有志，各有所取啊。尤其是季司令深明大义。我没必要问，可是我背叛了范司令，改换门庭了。改换门庭无所谓，关键是不要改换旗帜，否则才是千古罪人。再见。
特教官，刘部，秦永兵，哟，把东厢房收拾出来。还有，通知连以上的干部到司令部开会，我要给特教官接风洗尘。是。老弟呀，你是在考我？特教官，你是干教官的，这嘴巴可会说。我要不摸摸底，咱们以后一个锅里吃饭，还不天天吵吗？说得好啊，一个锅里吃饭。总司令，我总感觉这段时间出奇的平静，这很不正常。这预示着要打一场大仗，一场恶仗啊！日军虽然目前没有对我防区采取行动，那是说明他们。总司令，范主先军舰，务必于三日内携机要秘书赶至新泰战区司令部，共商抗敌之大计。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学忠。知道了。总司令，果然被您言中了。这封电报很特殊啊，没有下达到省政府，而是直接下达给我。军情紧急，我想是战区司令部一定有重要的战略部署。我说余光啊，你听不出来吗？战区司令部专门强调只能携带一名机要秘书。那说明我们的密电码已经让敌人破译，战区司令部需要启用新的密电码。电文肯定是被日本人破获了。行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张秘书，要马上通知张翰和汪金良到司令部来。是。新隊の会議に向かうそうだ。奴を生かしてはならん。必ず食い止めろ。将軍閣下、反築戦は我が軍に対して甚大な被害と恥辱を与えました。全力でこれを始末するべきです。そうではない。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生け捕りにして晒し者にして敵の士気をくじくんだ。わかったな。はい。我反对总司令亲自去新泰战区司令部开会。大家看一看，新泰距离聊城有400多里。而总司令到达新泰开会需要穿过将近200多里路的敌占区。还有，这封电报是明码电报，敌人已经截获，司令去新泰开会无疑危险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自投罗网。姚副主任，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不去参加会议，这不是抗令吗？王参谋长，自古到帅不离位，将在外，令有所不受。我的意思是说，总司令去新泰开会风险性很大，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而我并没有说我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不会派人参加会议。那怎么办？我来代替总司令去。不，
我去。恕光某直言，恐怕二位不够资格。我去。我反对，太危险。我同意姚副主任的意见。总司令，您不能去。难道你们二位想让我抗命吗？总司令，您去新泰战区司令部开会，无疑是领取新的任务和新的密电码。可是您想过没有，您冒险穿过近200里路的敌战区，万一遭到敌人的伏击，将得不偿失。仅以总司令不能参加战区司令长官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便冠以抗命之罪，岂不是笑话？汪参谋长，谁能保证总司令沿途路上的安全，而确保万无一失呢？啊，当然是由魏树营保护总司令的安全。啊，那魏树营是由多少人组成啊？一个连。一个连，也就是100多人，对吧？你想过没有？100多人的大部队穿过敌战区，这么大的目标，难道不会遭到日本人的截杀吗？难道我就不担心总司令的安危吗？人少了不安全，人多了也不安全，这个会还必须得去开，又不能抗令，那你说怎么办？400多里的路，3天之内必须复命，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争执。总司令，我替你去，鲁西北不能没有你。您放心，为了缩小目标，我会乔装，只带一个机要参谋。我认为这个办法好。李国宝，有。护送姚副主任和赵秘书去战区司令部去开会，一定给我记住，千方百计保证他们两个人的安全。是。不能准时赶到了，不等他了。现在我宣告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报告，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范祝先司令的全权代表赶到。鲁西北抗日游击政治部副主任姚玉光奉司令长官范祝先之命令前来向战区司令长官报到。好，姚副主任能及时赶到，太好了。哎呀，从你这装束和风尘仆仆的样子看，这400里路上一定遇到了不少麻烦吧？辛苦了。应该的。请。是。诸位，徐州会战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中央政府大部分机关和最高统帅部滞留武汉，国防军事委员会拟定在武汉对日寇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但安排需要时间，需要各个战区精诚配合总裁命令。第5战区将士军舰，武汉会战在即，为争取部署时间，各部务必协同作战，主动出击，牵制日军行动，奋勇杀敌，走向胜利。大家都清楚，战局就像一盘棋，我在敌后远离主战场，并非无战事。金浦、平汉、陇海、
长江是敌人运输兵力和军需的主要途径。我们第五战区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兵力向济南、泰安一线的日军发起进攻，破坏军铺路，牵制敌人，为武汉会战部署争取时间。我知道诸位心存疑虑，认为啊，攻打济南、泰安这样的重镇，好比是以卵击石，没有胜算的把握。但是，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保家卫国为天职。大家看，我们深陷敌后的将士，切断军铺铁路，主动向敌人进攻，敌人就会忙于应付，我军就有充分的时间，再以武汉为中心的地段部署兵力，阻日军与第二棱线以外形成对峙。这样一来，不仅能削弱日寇的攻势，尚能以民为本，打赢这场战争。啊，在组织民众抗战方面，范祖先将军是武之楷模。站住！干什么呢？我进去。不行，你要喝。你要是再进去，我们就不客气。来。放下！好功夫啊！这不是赵秘书和林侍卫吗？李侍卫长，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赵秘书。俺是来保护这里开会的姚副主任呢，他们干嘛拿枪指着？这几个是新兵，没见过你们。今儿都是误会。误会？新兵蛋子，来，新兵蛋子，枪给你。你们几个可不能惹他，你们在这待会儿，里面开着会呢。哎，好。现在我宣布，战区司令部的命。你说战区司令部很有可能为了配合即将打响的武汉会战，做出重大部署，让我们主动出击。极有可能啊！我对萧侯将军是推崇备至，此人骁勇善战，在台儿庄大战、淮南阻击战都屡建战功，是我军中少有抗敌的虎将。如果于将军命令我不主动出击，那出击的目标是？济南。日军重兵围困武汉，按照白利先生对中日战争的研判，我们一定要利用一些有利的地形，把日军阻击在二棱线以外，就是形成长期的对峙局面，从而使战争达到了焦灼状态。因此，国防军事委员会向各战区下达命令，要对日军主动出击，以此来减轻武汉会战的压力。虽然我们攻打济南时机并不成熟，但是你我是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要为整个战局做出牺牲，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耀和职责。可我们有的军人呢，恰恰缺少这种理念，致使中日战争陷入到如此被动。总司令，您放心，我张翰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战死沙场，死而无憾。张翰，既然我们已经对战区的命令做出了预判，不妨我们推演一下攻打济南的策略。好，回去给范司令带个好。司令也一直牵挂着您呢。姚副主任，一定保证新区拥密雁马台安全，经常联络。请司令长官放心，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坚决完成。刘部。
走。小鬼子这回学聪明了，来啊，加强了防备。林斌，把密电码给捆绑。姚副主任，干啥呀？你小子大字不识几个，打仗是把好手。我们三个活下来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密电码。别说了，俺告诉你，今天俺就是死也要把你们两个带出去。好小子，打！